之前呢，我认为站在舞台上其实就是去秀自己的，就是让大家知道全场只有我最棒。但实际上，你的语言是富含能量的，而一个真正的好的演讲者是需要站在舞台上，通过自己的语言去传递正向的能量。其实最大的变化是让我在我身上发现了许多我曾经自己不知道的面，啊，在这了将近两年的时间，我发现，哎，原来我是幽默的，原来我是会说话的，原来我是帅气的，啊，这点是非常重要的。